后不是手打死谁，但是我桌上牌桌就是 MVP， 上不下自我，基本不写作，出牌让你头晕难以捉摸，要不就冲一个不要错，跳着吧大神。欢迎收看挑战吧大神。好的，欢迎观众们准时收看我们的挑战吧大神，也欢迎大家踊跃下载我们大神 APP， 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2879358802，或上挑战吧大神粉丝团报名哦。好，最终呢，今天是小年夜啊，我跟 LB 呢先来恭祝我们所有的我们挑战吧大神的观众朋友们啊，新的一年扭转乾坤，牛年行大运。来，马上这个小年夜，我们就不要触人家眉头。第一位上一集挑战啊，但是呢28000被我守住了，欢迎陈水义。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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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。先恭喜了哈，新年快乐，早生贵子哈。不早了吧？不生了、啊，不。你现在是两个小孩嘛？两个小孩，我不个新，我不外新啊。为什么呢？阿姨离开去了，我那我个新。离开去，我离开去就是讲小孩子都长大了，他要就是。可以独立，就是离开他的手脚了啦，离开去了，哦，那所以如果有机会还会生吗？都奖金多拿一些就敢生，买来就可以。好，闽南语界很有前途，就是陈水义，好不好？来，欢迎陈水义。好，接下来，哎呀，这个好事一直没有听到他来敲门哈。来，欢迎李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毅，我可以生哦。可以生哦。可以。2021年该差不多了吧？该生了是不是？不是，你有冻卵吗？我最近有去动咨询，还没有动。哎，我们要一起吗？哎，最近怎么这么流行冻卵？因为很多女人都三级啦。是不是？那就不要生就好了。再不动怕不生，当然是一个说法嘛。嗯，对不对？那冻着，万一哪一天想生呢？对呀、啊，是不是？好像来一而且越年轻呢，卵子也比较健康嘛。对，是不是？啊、哦，那你怎么了？没有男朋友没有跟你那个？有讨论，哪个红包要包多少？哎呦，我看你结婚，你想要叫我包多少，我会考虑。好不好？你加油了，先赢点这个哈，没问题，这个奖金，我们的这个节目的奖金哈。好，欢迎李毅。来，接着欢迎 Alan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Alan。Alan， 你好。哪个好？要比好。你好，可爱哦。哎，家住哪里啊？家里住台中。你怎么来台北？哦，我现在在这边工作。哦，在台北工作。对。我想说，你如果有开车，等一下我们可以一起。顺路的话可以。他住彰化了。还有彰化，对。但是他在台北工作，他不回去啊。对对，好不好？你坐高铁啦。你坐高铁那么有钱。然后再问，等一下问下一个，搞不好住彰化。好，现在欢迎 Alan。来，最后我们欢迎小景。大家好。住彰化吗？没有，住台北。住台北。他一定要找一个彰化的。那他不在彰化，还在鹿港哦，更远哦。啊，你跟 Alan 就是我们两位的啊观众朋友了，这是我们两位艺人啊，他们平常赚的钱可能比你们多一点，哈。没有。好了，你们加油，好不好？欢迎四位。欢迎。哎，好，就是我们的东风三缺一。好了，马上是我们的东风三缺一了啊！今天两位我们这个观众报名的哈，今天他是我们的卫冕者，是，把他干掉，打败他，好不好？他今天带了6套衣服，哎呀，啊，今天是换的第一套，第二套，那他换不了，好不好？随意的，随意讲，来，米庄家，啊，今天是挑战第一次卫冕，开门，十一，让他看四家的牌，庄家随意哥的牌。李毅的牌 ，Alan 的牌，小景的牌，随意哥，请随便的上菜。花财，花财，你听不？今天我听讲花红，你不是不能奇怪。花红，北风，喝风也不会发。北风，啊，枝会喝啦，不清楚而已。会花。会花怎么北塞塞啊？会花，不清楚而已的，不是不会花。会花的而已，会抖的会花。一通，西风。哎，拄到一个西风。赶快讲台语了。赶快讲台语。亲切的，亲切的哦。完蛋了，我台语很烂。八条。
阿妮娜，阿妮娜，你看，咸两杯啦，打两饼啦，阿妮娜。哇，一班，咸两杯，好。南风，九万。北风，南中。我得意，新鲜。谢谢哈，会比较有动力。我注册，一点三块。伊是无啦，顶张迄桥啦，张迄桥啊，大家拢袂讲话安尼好，安尼发生什么代志咧？南风，南风，我别讲咧，我跟你讲句，发财，不要一直玩这一根，欸、玩什么？我喜欢玩三头麻将、麻子、麻子、牌子、牌子，西风。高手，你这就是水牌掰国兵。哎，猛啊猛攻！六兵。哦，水牌掰国兵，要掰掰水国兵，无干。你要哪一个？龙南，龙龙背后嘞。你们这边在理小姐，你看，小姐不知道该怎么吃。对，卡六兵。东风。碰碰碰碰。鸡八右手拿下五饼，这个手伸出来等一下会剁掉。白皮，白皮，对，那个尾有点好啊，这个看了小鸟不熟。白皮，东风，大色，哎呀，是啊 ，sorry， 打不掉了，三饼。八条，两万。你干嘛要唱歌？秀虾米瓜。来给你嗨一点的，因为我觉得因为很天气很冷哦，大家都不讲话。用唱的，唱歌就助兴一下。我要打大兵。创作歌手。可以吗？不可能吧？后悔叫他唱歌了吧？我怎么就有一个幸福八条？哦哦，小年夜不要这样了、啊。小年夜不要让他年夜饭，小年夜饭吃不下去。不是，唱个喜气一点的歌嘛。好，那你等下你先开头。过年一点喜气的歌。三万。小姐很犹豫哦，哇，把那牌放放来。耶！西风，终于，终于你白了，另外，你看我面头真拢懵诶！我知，你讲我知。你是不是你最多牌？摸了就打。我都无咧考虑，要考虑。你也不用考虑。那无啥物好考虑。啊！哎啦！我们这个超过三秒钟，手也会剁掉。九万。哇！六条，点点十三号公诶，六条，那个水里，哇，阿哥难哦，水一个，要怕一个，你唱一下喜气的过年歌来听咧，我的，可能那边很惨，就滑，那边很惨啊，一条，那两个拍视频呢，不要紧张，放轻松。如果紧张可以唱出来。七万。七万。你们不白了呢。四万。你根本不白了呢。哇，赶上了。变。
青春第一炮。是二比一，四而已啊，四而已，可以啦。挑战吧大神 APP 重磅升级啦！现在只要下载并登录，就可以参加转盘拿好礼，还会周周抽出精美好礼，还不赶快登录拿好康打麻将？挑战吧大神！变，青春第一炮。吃二比一，吃而已啊，吃而已，可以啦。你啦，我吓吓你呀，惊丢啦，没惊啦，我家里面很有钱的，小兵，他才不怕。哪有？一只摸，来躺下来，发财自摸，两台都三台。好，东风三缺一的第二把，刚刚小姐呢，第一把就自摸的。你就稳过关了啦！来，现在李毅庄家。哎，好，来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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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十六，哇，十六。来看四家的牌，来看庄家李毅的牌 ，Allen 的牌，小景的牌，随意哥的牌。来，李毅。哎，好，九万。选的三条，哇塞，百百水多币啊，摸进来就打，我百百无几百，百无几十。从中，这样玩哦。你们地牌都不用盯。哎，不用想太多。西风，碰，那你怎么办？你牌要打下去啊。北风，北风，你拍夹金都没扣路。哦，发财发财，每张都可以打。哎，每张都可以打，这张白了，六万，碰碰碰碰碰，每张都可以打，哇，六万这样子，对啊，看一下哦，啊，六笔，你看怕生人的咪，怕生什么咪？待遇不好，你不要卖介意，你该开杠啦，不要浪费人家的东西，哦，怕生人，哎啦，卖怕生东风，你怕还不是标准的那种。那闽南语，它是那种什么海边的枪，很特别的枪。海边的枪，我听我有跟你讲，我是泉州枪。北风，泉州枪。一万。白皮，我跑跑跑跑跑，我是谁派到的天啊？你要到我这边派到的天啊？好打的，当然了。碰，哇！我都不会，反正我不会碰，不怕自己一条，我都不。出，好，交兵。无所。这个我可以拍到就行。东风。九条。九条。吃，来，四饼，九饼，吃回来。我你的，你等我，你也对吧？一同去郊游，五万。每个力气出来就够了。我是教你不要公园，九饼。不摸，天天公，我七个人公，我天天一个人做点，做点。八万。加十点嘛，刚好十个人做点。五通，五通。一百。他打过了。没有，我一百。八十。投注，好发财。你该看啦，不要怕哦。不要不要。给我看看你嘞。我说你个摆个摆个看看你嘞。为什么？七万，
什么？哎，换来换去。打二就打七，还倒下来。他摸一张卡二外听牌，漂亮。上一把，紧接着自摸，你看看。南风白皮庄家自摸。好，东风三缺一的第三把，除非你们两个再一人摸一把，哦，那叫比分数。哇，四把自摸，好不好？来 ，Alan， 你庄家。好，很少了。没有，还没有碰过。对啊，吉林是东西耶。对啊，再一点。好，来看四家的牌。来看庄家 Alan 的牌，小景的牌，随意哥的牌，李毅的牌。Alan， 请出赛。好，发财。发财，发财，八红，白皮，白皮，白皮，爱情没有前面，白皮哦，发。九饼，一条，好，那种夹也那种痛。一饼，像跟陈升一样，垂死的真的啦！你不要惊，你都把自己惊掉了。四饼，还没打就怕什么？你的声音太有魄力，一听到就觉得自己做错了。五条，五条，嗯。你哭了什么？六饼。六七条，四条，哎呦，一条吃不到，对不对？左手，过掉，我跟你讲，条你怕呀，来，啊，好好。八万，九万，你用给你这边名义去。好 ，VNW 哎 ，VNW， 怎样？不是、啊，他们两个都不会放，都放炮，放十炮也不用怕。有啊，对啊，那个十炮那边。杠上，没事。杠上，啊，七比。不要看了，以为我会出声。他自我。老公，你别学我菜。鬼叫龙一点崩，来倒下来。下一把你自摸好，你刚刚一人摸两次，真的耶，好，哇你嘞嘞，一四七条没有了啦，有了，有一个，有在这，哎，要放他炮的话也没有平衡，好，自摸台，一台的两台，好，东风三缺一的最后一把，现在小景摸两把，李毅摸一把，一圈牌已经摸了三把，哦，刚马上我们自动跳出来了，好。再一把自摸，不管任何人，等于说一圈牌就四把牌。摸第四把，奖金池加五万。哇！他加到了，你一顿了，我也见呢。其实我们自摸很没种，我才敢拼的，我才不相信你要拼的耶！啊，你要拼要来一下吗？来一下，来一下，这样子。你没错，要不然。没有，这样没有，你们一人给我一千，
就是没有的话，你们要给他1000。有的话，有的话我加50000。就是1000。要划算耶，蛮划算。敢不敢？可是只有最后一个人才有机会得到。我不管嘛，我们两个被淘汰了就不划算。没有，你们只要穿过东风，很难讲啊。对啊。对啊，东风不要死就好了，因为你们两个现在同分。叫我马上赚4000哦。算了，没走啦，没走啦，来，大家都无功的，来开门，加5000哈，奖金只加5000，好，好啦，加油加油，也很好，是，我们来看看四家的牌，来看庄家小姐的牌，随意勾勾的牌，李毅的牌，Ella的牌，不要那么会玩，不然以后没有人要跟你玩。我这个动作，我告诉你，我这个动作是过气，过气，对对对，过气。现在我告诉你，只要他们两个互相糊的话，你们大家都晋级，这是小年夜最好的结局。哦，好不好？懂不懂？你们两个互相糊，你们俩因为你们俩分数都很高嘛，我们两个同分呢。对，来，我们只要不要糊他们就可以了。对对对对对对。好，来哥已经，来哥已经告诉你怎么玩了。会做一秒麻将好玩，就是你真的想不到会牌有什么来。对的，告诉你，对对。你以为这样子比较漂亮，洞比较多，东风都被抓死了。对啊，西风。别看，回来有中了。中一条，有中啊。一条。一鸡啊。三通，七，西风，南风，9万，三通，哇，表，红中，周饼，挑战吧！大神 APP 重磅升级喽！现在只要下载并登录，就可以参加转盘拿好礼，还会周周抽出精美好礼，还不赶快登录拿好康打麻将！挑战吧，大神！周饼。普通啊，哇哇，牌超好的，牌超好的，我把牌倒下来，我刚是碰一个北风就定的牌，白的是什么？是像这个牌，你先放高吧。像这个牌啊，刚刚他说啊，这个丢哎，这牌不能这样打，我这打9万了，这牌要什么？我打9万，我不会打8条，对呀对呀，因为来靠个4条。再靠一个4条，我再来怎么打7万或北风，反正一个当将，上36、9条或36万，嗯，对不对？对的，我打马的幸福，他走吧。先打9万，再来打4万，这边可以什么碰吃上，啊，他8条一碰糊了，哇哇，太快了啦！你几输他都糊啊！啊，你碰我，我够我，好可惜哦。四花庄家6两。刚好弹出来，好快，好了，陈随意淘汰，来，南风逆转胜，那马上是我们的南风逆转胜了，现在换成我们的 Alan 啊，一子叫三娘，还是三娘叫一子，三娘叫子，好吧，那个小景刚刚不得了哦，啊，我们东风呢？就累积的分数是8900，哇，8900的积分，所以今天小年夜，啊，刚刚没有自摸吧？对。其实你刚刚不应该的，你应该自摸，你因为那么早自摸的话，这边我们今天的总积分再加5000，好，但过关比较重要。你现在呢？8900，你的庄家，哦，南风第一把开门。13，好，来看四家的牌，庄家小景，
好，范宇飞。哎。咦。噔噔。Alan。好啦。小景。好。北风。好。西风。西风。北风。九条。白皮。凤。发财。哎，sorry。红东。我刚才跑台，这牌真的太快了。对啊。一瞬间。一桶。东。九条。嗯，四条。下一张九条吗？九条，四九十三条。嗯，六万。发财。九条。大饼。一万，碰一个，九饼，八条，七饼，哇，七饼。一万，南风，好，拍水，六笔，六条。三万，四万，九条，七饼，七封，看到牌中吗？八，第几颗输也分了。北风，南风，嗯，怪怪的。西风，大饼，九万。哦，有一点，有一点腻啊！什么东西？三万，八条，大声一点，八条。心虚了，心虚，虚什么？他才打了八条，二万。还是我在思考，难过。你这里思考时间比较短，你知道吗？思考是多余的。小景又在想着，对，好紧张哦。对，又在想要听哪一个？好，放枪。二童。没事。啊，八条。红中。黄的几率很高，九饼，
条。奇怪耶，二饼。七饼。一等饼，简单很多。一四七饼，对对对。哦，对，然后他转的，过个六饼打二饼。我喜欢碰碰，还倒下来。好，一花门心东风庄家四台。好，南风逆转胜第二把，来。来。翻影飞的庄家。九。好，那来看四家的牌，庄家翻影飞。上庄啦。李毅。发财啦！哎，来，要自摸啦！来出菜，西风，来，霸风啊！相信可爱，西风，有点东北北风，来皮，碰发财，碰，北风。一条红色的，七万，二万，十，九万，哇，中动了，对，五个花。大饼，西风，一万，九万，六饼，八，再补。九万，七万，七万，吃一张，吃起来，六万，六饼，又涨了，八万。对啊，对，还两张嘞。九条，小橘子，第三张哦。哇，六万啦！确定不要？连抓三张，六万。哇，梧桐。南风，南风，梧桐，哇，这么多，对啊，好多。阿北，九条。二条，六万，还一张小居居，六条，铜，到啊！好快的，哇！而且你还有，还有，他还有，他也拼，他也想要五饼放炮吧？对啊，五条哎，真惨！刚上车，都是你们俩在玩，你也没胡过牌，他也没胡过牌，而且只有我没听牌，对啊，白皮，对，嗯，哦，真的，说九饼，对啊，对啊，哦，九饼，对，哎，真的，打什么五饼？一四七，哦，五饼打五饼，因为想说五饼很安全啊。哦，对，对啊，好，
你是他没有看到，他没有看到一四七比，就一心想要跟着打安全牌，啊，这是命哎，真是对啊，好可怕，门清对不对？还是没有，你有没有没有，我有碰牌，来比一台。好，南风逆转胜的第三把，好，第一把是你。你放给小景，你放给小景，对对不对？现在是他放给你，所以呢，赚一个赔一个。那你们两个呢，只相差了100分。好，来，你的庄家，你4400，他4300，一人4300。他那么少，十三。好，来看四下牌，庄家李毅，茶，大财，小景，欢迎飞，出菜，北风。跟你北风，一同南风，东风啊，碰一个，嘿，小鸟，二同啊，再碰一个，不会打，那么准，八同跟你换。哇，九说要盖牌啊，对不起，打牌为什么西风碰碰碰 ，sorry， 九万碰发财，北鼻碰八万，北鼻是你，北风。一万，吃一张。嗯，好顺哦。嗯，对呀。哇，三扑落了。来吧，尖尖的。五饼。七万。七万，吃。六万。六万哦，嗯，输了，还不能过水，庄家，我们主持人不能过水，来，来躺下来。哇，你又在做？对，又在做。刚刚好像要做啊，怎么能不做？对对对，这要做要做，一定要做。没有啊，他这个反正。还留着，边边打又打三张嘛，万一摸到了，万一摸到再打这个六七条，大三元再凑一次，耶！幸福哦！哎，你怎么知道我的？我刚刚就打算这样，不可能那里。你干嘛这样？小年夜，小年夜，好啦，屁股。好，南风逆转胜的最后一把，三位的分数跟大家报告一下啊。50，58000，5800，5800，小聂本来要加一个零，小景5800 ，Alan 4300，刚刚也给报告了，李毅就赢你100，4400，最后把你的庄家赢多一台了，啊，好，你知道胡谁你都赢，对，好不好？就是拼胡了，要胡，开门。九，大家看四家的牌，庄家 Alan。小景，欢迎飞来了。一，出彩，东风，东风，北风，北风，南风，风中，东风。东风，所以那个打白男生跟女生还是有差哈。嗯，女生因为女生个性本来就比较浪漫，想的不会想的很。男生打麻将才慢，不是男生是很实际的，说那个打牌的情形呢、啊。女生就会想说哦，等一下要做牌，就是会有憧憬。西风，等一下就是大三，碰碰碰碰碰，就是大三女。我碰，我做得到。你不要这样。那男生就实际可以搞定，没错。这都不能这样讲，要看状况。看牌怎么来。对啊，麻将没有绝对的。韭菜就这样。
一万。嗯。后一张，二万。北方。九条。九条。九条。你说吃啊，吃一下好了。四条。七万，七个，九万，白皮，嗯，啊，看啊，酱汁，四万，换个，打七掉四，对，掉到七个。嘿嘿嘿，八万。哦 ，Alan， 最后一把哦，背水一战哦，没有胡大牌就走了。当然，你也不能放炮，你一放炮的话，你会这个分数会低于 Alan。我会小心，我会小心。你如果不放枪，他放枪，你还是晋级啊。好。好。五万。你没跟你跟风好。没有啊，南风。小金，五万，哎呦，石磨蒜，差一点，发财，发财，二条，二条，吃，哎呦，哇哦，小心哦，小心啊，哇，你吃两个中豆呢。我在喂我的对手啊，二饼，卡二条，卡七万，八条，三扑落，二条，哇，还有，咦，有一张红中，咦，大饼大饼，红条。九万，九万没事。谢谢。可怕哦！大家感觉蓄势待发哎。嗯。六条。没事。哇哦。三。哎呀！哎呀！没办法。没事。没事。哎呀！你很烦。你讨厌死了你！天的心里好像好高兴哦，欢喜一场，掉蛋了，掉蛋了，掉蛋了！七条，我很拍死，拍死！有七万，看那字都帮我说，没有生了，你都不没有没有不过，没有不过还可以上得起，对对。二条，八万，放好，放好，放好。很紧张，对不对？我了解，我能了解你的明白。好重要，好重要啊！变，小饼，好哇！谢谢大家，小景还要吃，小景还要吃，小景，小景，小景胖，哎呦，碰碰虎哎，是不是？哇塞，还凑一个，怎么放啊？感觉要放枪了，对啊，我觉得我好像要糊了，真的，小姐姐，真的，好，好像已经挑战吧大神 APP 重磅升级啦！现在只要下载并登录，就可以参加转盘拿好礼，还会周周抽出精美好礼，还不赶快登录拿好康打麻将？挑战吧大神。对啊，我觉得我好像要糊了，真的，小心一点，真的，好，好像也是，真的，你一定要鼓励你啊，鼓励你吧，视频，因为你放他也是没事，对，我要，对你放他也没事，还是没有，小姐运气很好的，对，还是。
六万。搓个两三下。一度姐。有搓有赢。我这边有一张，哎，他打八饼放炮，哎，哇塞，好会跳哦！结果他选到四饼来打，四饼也很危，哎，也很危险啊，很危。但是看这个牌，就是八饼比较危险，对不对？大饼出这样子，对对对，饼都没线嘛，大饼都没出，大七饼绝张，这边一张，哇，这边两张，两大哦，哇，你发财了，哇，小年夜出运了，有猜哦，独听。啊，两台三台，所以呢 ，Alan 淘汰。哇，今天女孩子好厉害哦，全部把男生淘汰。好了，西风冠军战。好了，马上是我们的西风冠军战。哎呦，恭喜李毅啊，不容易。哇，好辛苦，很累。你拿我们节目打到最，我通常第一站都输了，东东又走。今年是个好年，一直都还没做了就对呀，真的是扭转乾坤了啊！对呀，好，现在累计的是16200分，16200啊！刚刚这个南风是你累积的，没有想到，哇塞！对呀，绝张卡七，太漂亮，让我发功啊！这样搓搓有搓有用，有搓。来，女庄家，哎，来喽！我会爆。13好，来看四下牌，庄家李毅、李林、小景、小飞，庄家出赛。好，西凤，请我跟着玩。炮，东，小景连碰都会很。一零班，我今天晚上回去睡觉都会梦到那个声音。对啊，但是这样不是芝麻就是糊了。你是梦到小安的声音吧？小安走了。西风梦到小安的表。哦。西风。八条。去。卡张。东风。这么美。我也要卡张，好，七万，差一点，你再努力一点，讲得很明显的，对，波浪多一点点，可以这样，有的时候真，有的时候假，那人家就不知道你什么时候要什么。北风，哇，哇，他过来了，对，有了，有了，左手，左手，哎，左手，太开心了，剁掉，坏手手，三桶，没功的礼物，霸风啊，五饼，三万，哎呦，进牌了是不是？哎，不告诉你，大桶，那不就是吗？鸡，嗯，八百，八百，东，嗯，怎样？九条。哎，九条，八，一张，你吃到了，有，二筒，来，哇，怎么这样子？我想想哦，五万好了，你可以起来了，哎，走了。对对，我不该。八饼，八饼，等一下。新朋友，八饼要走下来。哎呀，太夸张了。工具而已，本来五万。对啊。刚转而已。太慢打。嗯，掉没有？多加一台。好，西
疾风怪居然的第二把，刚刚你放的是一个一台，哎，对不对？庄家好险，所以现在又输落后他800分，不好记哈。来，我庄家，九，我来看四下牌，庄家徐乃莹，小景，范逸飞，李毅，来，九饼。东风，碰，哇，男的，女的，小景坐在那个奶哥后面，压力很大，有一点点压力，麻痹，动作很大，声音你很大，打牌，阿北，对不对？要让观众朋友听声音，好，因为小景他的个性本来是，也是一种就有虚伪。用个粗鲁已经掉了，这粗鲁，这叫粗鲁。南方死啦，大声叫粗鲁。不，小景，你要比哪个更大声？哦好。哎，中啊！小景最大声讲话可以多大？好像没有，也没有大声。对，没办法。来皮，小景，你跟人家吵架之前，你会先，你在干嘛？一同，我讨厌你。你有这是谈话性节目吗？一同，如果主动我就给他聊了，感觉过也就无聊。我说，拢看人打。我猜，给他们就无聊哎。一条，同中。相信你有跟人家吵过架吗？没有哎。啊，真的假的？比较没吵过架。会被气的。那你如果生气，他会自己气自己，生闷气，你这样会不会生病？情绪没发泄出来，对啊，一条，所以他只有靠打麻将才能发泄。哦，这样子，嘿嘿嘿，发财。好，高玩，三条。二筒，八红，哎呀，三个九饼，哇！哇！你要是第三张，第三个，对啊，刚刚后面才扣到的，加8万，对，那我就跟你8万喽，太多了。怎样？你这样子我很慌张哎！淘汰！太伤了。好，八饼。想太久，想追。二条。好不好？二条碰。夸张。二条碰起来。这是我的。来一个，好，九饼。杠外面。没被吓到。干嘛？没被吓到。四条，白皮，八饼，7万，我就知道有这一张吃。七条，哇，这么开心，8万都断了，三条。思考一下，好，二条，发财，七筒，我都吃不到小景的牌。还要被盯，哇，七八九，我的牌是没有了，来，五条，五条，七条，
到。你小鸡好了。来品。春鸡。一个三张牌。三条。我要恭喜发财。三条先开，九万，中气好足。对呀，西风，怎么都怪怪的。啊？咦？二头。哎呀，中到耶！那万子有人要吗？有，我们是七万，七万，对。东风一花独定庄家四台，西风冠军团的第三把，你们两下差800分，一比一台，小景庄家，好，十一，好，来看四下台，庄家小景。范逸飞来了，吕毅，小徐，朱灿，黄忠，补一个，东，我，哇，双一花，哎，开心啊，小北，北风。小南，好白痴啊！不要理我，自言自语啊。嗯，没有要理你，没事。你再多讲一下，可能随意哥会跟你聊天。对话就是。像遇到那个小姐就没办法。二万，聊不起来。对，很难聊。阿北。贝贝啊，中发财，红中发财，二条，小白，小白要，我要小白，九万。塞，不要过二饼，好，六条，吃，哇，你来我往的，还吃一个中洞，九条，二饼，绝张哦。什么啊？刚才要听中洞哦，他本来听中洞，摸了一瓶，一瓶对对很漂亮，搭子太多了啦。对啊，一瓶一瓶出啊。门清庄家两台，哇，厉害厉害！举举还举，白忙一场。等我自摸，等我自摸。好。今天连两炮太多了，算了，今天饶你一命。来，小年夜，小年夜没关系。小年夜不要，千万不要。你帮我看我手，然后塞一点吗？啊啊，要噻。要啦，不然观众会骂我。来，发财白皮。发财发财。发财啊！这么直接。对，这一定是破嘴期。真的吗？真的。你怎么知道？那我选白皮。要不要？要不要换？你问我要换白皮，我刚我刚换白皮啊，你刚刚是发财啊，对啊，你要换白皮，确定了吗？白皮白皮，你看看对你多好，阔嘴气。小
战吧大神 APP 重磅升级啦！现在只要下载并登录，就可以参加转盘拿好礼，还会周周抽出精美好礼，还不赶快登录拿好康打麻将！挑战吧大神，确定了吗？确定。来听，来听。你看看，对你多好，阔嘴气。没有没有。爆气球。好啦。本来是阔嘴气啊，啊，爆气球，来。哇，这太大了。你怕不怕？我有一点怕。哦，爆气球是爆脸，知道吗？等一下，你那个棒子先举高一点，不然我按一段。我举不高，我就这么高。哎，为什么他放气球旁边人感觉？不会啦，你要拿走他。我真的想。你怎么胆子那么小啊？一个抱个气球也好，那个你怕气球吗？抱得很突然。谁不怕？就你不怕。新风冠军赛的最后一把，这边是6100的小景，4200的李毅。小毅，这个现在差的是1900，好不好？两台1100，来回就是2200，你扑他。来，庄家。好，来。要不然自摸了。十五，快来看四家的牌，庄家范逸飞，来吧，李毅 ，Come on， 小徐，小景，庄家出赛，西凤，哎呦，不好意思，我没事，懂，九条，南风，白皮。霸红，北风，九条，哎呀，又是西，10000，东风，白皮，90000。八条，10000，90000，吃，七饼，此风，一条，七饼，顶你，顶我干嘛？哎，不好意思。偷看小姐的牌，我有发现，还没开哦。这个比较贵，我有发现。五饼，八饼，一个花。Sorry， 好，
六千，六笔。六条。一桶。我在整理牌，你们好做好了。九万，九万，炮，没有，南风，一万。哦，不是，我干嘛？你要乱喷了，你怎么了？哇！真的好漂亮哦，八万，门清哎，门清一摸四，我也是门清 king 哎，一花门清一摸三，四台都五台，太厉害了！你怎么又这样？对啊，你拿好多发财啊！你也是五包？哦，没有，我没有，我摸不。上帝没有降，对啊，对不对？没有降。好，所以呢，毋庸置疑的，当他落后1900，李毅淘汰。好，恭喜小景，奖金多少？累计多少？26600。哟，七八六。哎，七八六，我们这连续今天第三集啊，七八六，207。208206，哇，20600，加油啦！好，加油！决战北风北，好，决战北风北，好，恭喜小景啊！今天从东风上来，手气就不错，哎，啊，然后呢，西风你也没有干太大的事儿，他就被干掉，对不对？啊，20600，今天是小年夜，明天是除夕夜，所以呢，啊，我们今天呢算加码，啊，如果。今天我奖金守住了，跟你没关系。哦，明天的小年夜的来宾啊，只要自摸一把，加5000。哇！在我们大水库里面，到最后决战北风北，把总奖金算进去。哇！那如果今天守不住，不好意思，加2000就好。这个没出息的东西。这个已经连续守几次了？我大概这十几集啊，大概可能输了2-3集吧。哇，太强！好吧，来，开门。7 6。这边。能不能不要看电影？哇！对，那你就是这样才会赢。就奶哥跟小金他们组的就很，你就觉得。啃什么？很好玩。有趣。女庄家多抓一张牌。好，决战北风北，20600，来看双方的牌。先来看小景的牌，小奶的牌。在，好，小景的牌。梧桐。看奶哥跟小景的牌，好像小景是要人家爸爸要压岁钱，过年要人家爸爸要压岁钱那种感觉。这个说很重要。不要影响我，紧张啊！9条，挑战吧大神 APP 重磅升级啦！现在只要下载并登录，就可以参加转盘拿好礼，还会周周抽出精美好礼，还不赶快登录拿好康打麻将？挑战吧大神！这个说很重要，不要影响我，紧张啊！9条。这么好哈，小景，对不对？5万，已经连续好几次了。你打5万，我打8万。好，那牌很好了。9条，牌好不见得会赢，你知道吗？1条。9万。还好不见得会赢，你知道吗？
七饼。 七饼，九万，来得及吗？三饼，好吃吗？ 要分盘，过年呢要不要会点了？他提早牌就好。对，小年夜没关系，大家开心。28,000，没有。28,800，没有。28,800，恭喜！哇，好开心哦！恭喜你哈，今天赚到了26,600。好。哎，这是我们大概十几集啊。 哦，第一个赚到钱的不错了，28,000到8,000，拿到我就很开心。现在看到这个，从头到尾都很开心。我还有，好，好，祝大家这个哈小年夜开心，新年快乐。新年快乐，好，谢谢。也欢迎观众朋友踊跃报名参加我们节目哦。啊，报名专线是02-879-35802。谢谢大家收看，晚安，拜拜。